电视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姐姐，欢迎收看《异想天开妙趣大连环》。现在我来到的地方呢是美丽的深圳，在深圳啊有很多喜欢创客的小朋友，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些同学们，他们都是来自深圳市福田区各个学校的同学们。那今天呢，他们要组成五支队伍来进行妙趣大连环的比拼。那么什么是大连环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说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大连环吗？我觉得它很有趣，充满挑战性的活动很考验人们的合作能力，里面有许多物理、化学、科学等知识，里面有很多科学研究，很有趣，有一些我还会做呢。好啦，我们了解了同学们的想法之后呢，那现在阳光姐姐要给大家布置任务了。你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一带一路，要求每一支队伍呢要制作一个机关不少于七个的连环装置，到最后看看哪些队伍能够挑战成功，好不好？好。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有。好，那么我们准备好，比赛马上开始。这次摄制组来到了创客的摇篮之乡深圳，这里的小朋友从小就接触到各种新奇有趣的创客作品和创意，所以在发明创造和动手方面都有很多自己的心得呢。本期节目我们就邀请了20位同学组成五支队伍来进行妙趣大连环的挑战。那么到底什么是连环装置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动画来了解一下。所以你看，这边比较高一点，这边比较低一点，所以它往下掉，对吧？虽然同学们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们还不太了解大连环的运转原理，所以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老师来对大家进行指导和教学。不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能掌握多少就看同学们自己的领悟能力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边下来的时候，它就拐弯，就这样子敲。所以你们现在就可以看看你们自己要做的、自己要做的这些东西了。你们现在分组，找到组织吗？找到。找得到是不是？嗯。那我们就开始分组吧，可以吧？同学们分成了五支队伍，分头进行制作。他们只有24个小时的时间。这螺丝你不要不就好了？你不要，你怎么把它固定住呢？门锤，那就搞个门锤啊。那我们想一下怎么设计门锤。你先把这个螺丝给弄开。数学还好，英语好，数学上的也还可以，文武比。我们可以在这个板上先试验，明白吗？就普通的，上次就那种开车开铲车的小铲车的。我觉得太大了，在轨道放不下。哎，你不是先那么小，不是越来越矮吗？不是到这里吗？往下一动，然后弄这玩意儿，把它撞上，怼到这里。这一转，前面是多米诺骨牌，哎，调这个。你其实不用弄这个，你就把它贴的，转的贼近就行了。没事，还是弄个比较保守，稳一点，对。现在我们就要追求稳。对，第二关应该怎么连？胳膊啊？怎么连下去？机器人。对，过去了怎么办？你要先把第一关做出来，然后第一关做出来，你要知道，它是横着还是要拐个弯，不然。结合一下自身本来能，你不要超出太多自身可以做的实力。对，先把第一关做出来。那先做第二关吧，我们来不及了。啥叫来不及？你第一关都没做好，你就想做第二关，那是不行的。等一下，这有的。除非你第一关已经确定了是怎么样的，你才做第二关。同队的五名男生各有各的想法，通过不断的讨论和改进，他们的方案逐渐成型。看看那个，这样。OK， 手拿开，你要手拿开。手拿开，待会儿叮到你了。你也小心啊，好。小放开，小也叮到。哎，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就是像弹簧一样弹簧器，就是能把它戳过去的？如果一会儿让你这个外面这个就多出来了呀。多出来
了没关系。快点，什么？但是这里。你还是没看懂五通是什么？五通是五个项目。对呀，五个项目就不代表要用五个球啊。哎，也对哦。你可以有五个项目，你只有一个球。哦，可以，就是一个球过去，然后呢，绕，然后再走。对啊。蓝队的小姑娘巾帼不让须眉，讨论出基本方案以后，就开始动手尝试。他们还进行了细致的分工，每个人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哎，你们这个不是压力很高的吗？不力了，太难了，太难了，我太难了。大家制作的大连环装置都要围绕一带一路这个主题，那么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一带一路吗？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这个靠的是从这往下的这种地心引力，带点斜度，所以就是可以做到了。看，就这样子，就有点斜度，它就可以往下滚。钢珠也可以。要不我们这样子一点点。大概在这再搞，你再搞个低一点的在下面这个位置。哇，你今晚上拿过去卵用吗？这里卡住了。我把这重要的东西不能让它卡住。小了。好 ，OK。绿队做一部分就实验一部分，他们发现除了创意，制作的精密度更重要。连环装置能不能完美运行，关键就在于连环衔接点的运行。通过不断的调试，装置越来越完善。好了，按把这个按，把这边按住。那我放了，放一个，走，好。漂亮，漂亮，这里就可以从这里下来，然后它这里就有另外一个，就可以掉下来。就从这里接，就这里会比较松，然后它就掉下来，然后在这里就比较松，然后到这里会压到这个轮子。这什么的啊？这是。天哪，你们！快组出来脚，出来就兵败组，难道？你要把他这样，我没放，我牛这样。哎，别打了！没有，我要定这个位，位置不一样。这一种，你看，你如果这样锁，这样锁，是不是就是一颗珠子的距离？把它锁开呢？啊，是这个珠子对吧？珠子大概是在这里，对不对？好，所以把这个做出来，你再去拿这个。黄队是由四个小女生组成的队伍，经过老师简单的指导之后，他们很快掌握了制作的技巧，动起手来一点也不含糊。我们居然还没有开始做。来，开始，你们开始你的表演。没有，你试试，你先拿稳了，先拿稳，先拿稳。
这个锁起来吧。不行，你镜头就加高一点就可以。你看，刚好了。后面就行了。好了，可以。没错。做轮子吧，啊，他会。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在这里搞轮子好了，这样打上来，然后你将那个轮子都。我想一下，一旦一个东西没有关，跟不同的轮子。那么就是，如果还有里面那些盐，过不去。但是不太平。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叫多米诺吗？为什么？从这边一点进去，这边这个球。做轮子吧，然后会。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在这里搞轮子好了，这样打上来，然后将那个轮子移动。哦，对，可以，应该可以。先把这个三个锁好之后，定好位置，再锁那个，再把这个三个锁给买了吧。成队为了保密，特地找了一个远离其他队伍的角落进行讨论和组装。至于他们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装置，和一带一路又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只能在比赛中见分晓了。孩子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进行制作和调试，他们能够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种连环自动装置在生活中会有怎样的实际运用呢？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小朋友的创意吧。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自动送药机。为了帮助医生和护士们送药，所以我才研制了这台机器。它的原理是，只要需要的时候一挥手，它就会往前走。打完之后就会回到它启动位置进行无接触式送药。谢谢大家。我设计了这台自动倒水及运输的装置，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自动倒水的机器完成倒水任务之后呢，这个红旗将自动运输机一触发，最后让自动运输机将水推到指定位置。自动运输机能完美的避开任何障碍。把水推到指定位置后，提醒主人喝水。假期期间，我自制了一台拖地机器人，我主要用的材料有一台四驱遥控车，两个传感器，这一个负责倾倒，这一个负责复位，一台主机，两个马达来控制水杯，一块纸板和一块布用来清洁。这台机器人我们需要用到手机上的一个软件来操纵它前进还有后退，然后行进的方向。为了更好的清洁地面呢，我这个准备了一个水杯，摁下这个键，倾倒水，再摁这个键，水杯复位，这样我们的布上就沾上了水。然后呢，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拖过的地面和没拖过的地面，效果非常的明显。这台机器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去到我们拖不到的角落或者床底下进行清理。
妙趣大连环比赛规则，五支队伍在24小时内各制作一个连环装置，装置的连接点不能少于5个，长度不能短于2米。每支队伍有2次比赛机会，触发装置以后，不能再有人力介入装置的运行，从头至尾顺利完成即为成功。穿衣服，这个还是会被吃到的呀。现在就模拟他下来，这个棒子得拿走，不用拿走。你是要拉到最前面？怎么拉？这样子拉住他，这样子一撞，他就会这样子。他就比赛终于要开始了，同学们前一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不断的调试，就是为了今天能有优秀的表现。一进入赛场，大家就开始忙碌，距离开始比赛只有半个小时。今天天台上的风特别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同学们的表现呢？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克服的办法。好了，24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完成的怎么样。来，哪一位同学先来介绍你们队伍？好，我们请正能量队的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作品。目前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8个部分。我一开始这个球从这里往下掉，会启发第一和第二个机关，然后从这里开始，这个线又拉下来，把这个东西拉起来，这个传感器感应到以后，这上面的球就跟这个履带就一起滚向这里，然后滚到这里以后，它再往下掉。然后呢，我们还没做完，这里我们滑下来，然后触发到这一个感应器，然后这个感应器到这里的时候会停下来。哦，你们觉得你们这个地方最难的在哪个关卡上面？你最没有把握的是哪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我怕，因为我觉得一个球可能压不下来整个。哦。可能无法就直接，我担心一个球可能无法直接把这个彻底压下去。你觉得重量不够是吗？对。那用一个重一点的球会不会好一点呢？我觉得会好一点，如果大小一样的话。哦，对，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它的尺寸的问题，是不是要装到这个里面？啊，对，主要是它可以从这里掉下去。对对对，好，那我们来到时候看看你们的这个作品能不能够成功，好不好？好，你自己有没有信心？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好，加油。加油！耶！好。四。开始。3、2、1，开始。那没开。好，正能量队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他们还有第二次机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开始。王队的出发点有一个小球，由队员触发小球落下，打击连环杠杆的起点，终点的绳子随之被拉动，通过滑轮拉起另一边的杠杆，触动感应器，感应器启动马达，带动皮带转动，皮带上的小球移动至终点后掉落，推动多米诺骨牌，最后一张骨牌推到铁柱，触发第二个感应器，小车开始运动，最后推动杠杆，升起旗子，挑战成功。请科技创新队的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作品。就是首先呢，我们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10关，完成的都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首先这个作品先是这个滚轮滚下去，于是呢带动这个，于这个这上面是有一条线，于是这个球滚下去，把这个往下压，那个，然后于是呢这个车，他就把这个支撑的放下来，然后我们这有很多多米诺骨牌，把它打动之后一直连到这儿，然后就有一个小球会把它就是绕着这个跑道过来，这当这个超声波感应到之后，这个旗子降下来，于是这个车感应到，然后这个车就往前走，然后我们就通关了。哇，看起来比较复杂哦。那你觉得整个10关当中，你觉得最没有把握的是哪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因为现在就是风很大，对吧？然后如果这个球落下来了，这个偏离了的话，那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就在这卡关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要
就是给它增重，就是加一点橡皮泥在里面，然后就不会让它乱飞，这样乱飞的话就不会影响到以后的那个那些，然后其他的就还比较好。嗯，看来你们也针对这个天气的情况，想了一些应对的措施，是不是非常好？那祝你们成功好吗？嗯，加油，来，耶！好，科技创新队呢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来问问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好，马上开始你们的比赛，预备，开始。蓝队的启动装置是一个滚轮，滚轮落下打击杠杆的一头，杠杆的另一头翘起拉动白线，原先被白线拦住的钢球就会沿着轨道往下滚，最后落入一次性纸杯，纸杯的重量变大向下运动，纸杯上的线就是随之运动，拉动另一端的小车运动，小车向前走的同时带走了一个杠杆的支撑点，杠杆的一头落下，另一头的滚轮就会滑落，撞击多米诺骨牌。可是这个连接点失败了，骨牌并没有倒下，蓝队第一次挑战失败。好，没有关系，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尝试呢，首先是这个多米诺骨牌并没有倒下，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在没有受到感应的情况下就已经出发了，所以说第一次尝试是不成功的。没有关系，我们来进行第二次的尝试，好不好？来，准备。蓝队第二次挑战出师不利，第一个环节就失败了。虽然蓝队的挑战失败了，但为了让大家完整的看到蓝队的装置是怎样运行的，我们让蓝队队员人工推动了后面的装置。哎呀，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科技创新队在第二次尝试当中也是频频出现了问题，首先从这里开始就被卡住了，是不是？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应该就是它这个还是不够。它这是刚才被它卡住了。哦，这个应该还是不够重，不够重，重一点的话还可以拉动那个车，所以这个没有起来，这根线没有起来。然后这个这块拐弯过去，它跟着线走了。这个滑轮，这个也就是没有足够大的冲力去搞动这个多米诺。不是，它跟着线走。对。有根线，你看通过这个。所以说你们在这个环节的设置当中还是考虑的不够周全，是不是？嗯，好。那么我们的科技创新队的两次尝试呢，都已经失败了，没有成功。不过没有关系，希望你们在将来的这个创客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好不好？不要气馁，继续加油，好吗？嗯，好。我们来看下一支队伍的表现吧。好，我们请吃货创意队的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作品。我们首先第一个是经过一个滑道，滑道就是利用重力的原理，将滚珠进行地心引力的反弹力嘛，将滚珠拉下，它就滚珠就会撞到这个杠杆就会引发这个车子往前推。这个车子呢，因为前面是小人，后面是大人，这个速度就会非常快。它撞到这根线之后，这上面会有一个滚珠，从这个有一个线拽动的这个杠杆，它就会有滚珠滚下去。这滚珠呢滚到这，就会撞到这个齿轮。这齿轮一撞，就会这里排了一排多米诺，它就会连接到这里。这里有个超声波感应器，然后你一撞到它呢，它就不会放歌。不过因为现在它的那个音量比较小，所以说就唱什么歌？我们还在选新歌曲，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音量太小了，还没调出来。它就什么歌都会唱，只要用电脑歌库。对，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想在后面再加个机器人，通过音量感应器感应到这里，然后前面再展示出电极的。但是因为呢，我们在团队竞赛中，就出了一些争执，然后导致这个机器人。
虽然没实现，我不过有可能会在后面还会有机器人出现的。为什么会当时想到要设置一个机器人？为什么有些同学会要反对设置机器人呢？因为有些人一直试，但是就是经过反复测量嘛，但是都每次都失败，而有些同学就不耐烦了，然后呢他就跟我们想法不统一，然后就持了一些争执，然后就机器人有可能不会成功，对吗？对，差不多就这样。然后但是我们本来还可以把队旗展示出来的。现在你们的队旗还展示吗？现在队旗如果机器人能正常拿出来的话还可以展示。那你们最后决定要不要机器人？应该可以，只要但是正在奠基也很紧张，我们如果能找到也尽量会搭出机器人的。那你们这个一共有多少关？如果站机器人的话九关左右。九关，那你觉得最难的就是应该是在机器人这个地方，对对吗？好，那你觉得你们成功的把握有多大？80%。80%。好，那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成功，好吗？嗯，加油。谢谢。好，好了，接下来要进行比赛的是吃货创客队，你们紧不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啊。那这样帮你们放松一下啊，我看到你们的帽子很特别，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个帽子呢？这个帽子呢，它主要特点是顶上是镂空的。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名字里面呢有创客这两个字，创客象征的是无限创新的精神，我们把这里镂空了才能给自己创新的空间，所以说就在这里讲了一个空，就那个思维可以发散开来，是不是？那你们为什么要叫吃货创客呢？因为我们个人都是比较喜欢吃比较能吃的一些人。是吗？那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的是什么？这个辣椒还有这个小龙虾。我看上面都已经画上了，辣椒和小龙虾都是你们爱吃的是吗？对。哎呀，这也是我爱吃的呀，你看我也是吃货，我今天也穿了红色衣服，是不是我也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呢？可以。开个玩笑。好了，我们言归正传，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好，预备，开始。组滑轮升起小旗。好，我们请创新队的同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创客作品。来，首先我们已经做了八关了。我们第一关拥有一个斜面的原理，让我们这个齿轮能从这里滑下来。然后呢，第二关我们让这个齿轮撞到这个用力点上，从而使这个阻力点往上翘，然后呢让另一个用力点往上翘，从而使另一个阻力点往下拉。然后我们还用了地滑轮，从这里往下拉，然后这边就会往上提。我们这边往上提了之后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板子，它就会翘起来，然后这个车就可以往前开。我们车往前开了之后呢，前面有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我们检测到了它就可以让前面的马达转起来，从而使我们的国旗升上来。那告诉我们，你们在这整个的装置当中是怎么融入一带一路这个主题的？首先呢，我们认为一带一路肯定是个很艰难的过程，然后呢我们就拥有很多机关，然后很多的坎坷，然后呢最后还是我们的国旗升了起来，我们还是成功了。很有想法啊。那整个装置当中最难的是哪一关呢？最难的应该是车子这一关，因为我们的这个车子它是要往前走，然后让它在这个超声波传感器之前都不落到地上去，这样才能让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它。那你对你们的成功有没有信心？有信心。那我也祝你成功好吗？好，击个掌，耶。好，创新队马上就要开始他们的比赛了，我想问一问你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有。
有。我们期待你们的表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预备，开始。成对的触发装置是一个滚轮，它沿着轨道前进，落在连环杠杆的起点。一般起落之后，杠杆的终端拉起阻拦小车的铁棍，小车出发，沿着坡面滑下来，路过感应器，感应器启动马达，马达转动，拉动绳子升起小旗，挑战成功。看看群星队的创意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队长。嗯，这个首先这个索道想要从这里滑下去，然后杠滑到这里，然后这边又是一个这种滚轮一样的，它就跳绳震动一下，或者再推一下，它就往这边滚，然后等待一下，它是这边比较，这下面比较高，下面比较低，它就会有地心引力会往下坠，然后跳了之后。这边搞错了，这边原来是往下这样子滚下去，然后这边已经摆好对面的骨牌，对面的骨牌摆好之后，触发了机器人，机器人后面会有一个绳子挂在这边，而绳子上面就是往前拉，这边会往前，它就往前，就。就会到这，然后又把绳子拉起来，然后旗子就会展开，然后就通关了。哦，你们这一共有几关？嗯，有十关吧。有十关，那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关？最难是多米诺这里，多米诺风这边天气也风很大，就摆一下，然后就被吹倒了，全部都要倒了。哦。好，你们的这个创意当中是怎么融入一带一路这个主题的呢？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就一个对接着一个，一个对接着一个，一个对接着一个的那种，就是基本上是就是一路就是不分开的，直接就一路顺过去的那种。哦，一路都很顺利，就是从高往下的。这个旗子你们也已经做好了，写的是一带一路群星队啊，到时候会在这里升起来，是吗？是这边的，就现在折在接着垂在上面，然后车缠上面缠着绳子，车拉在车的后面，然后车往碰到，电梯都倒了之后，然后就一样对吧？就打开，然后拉到这里。好，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到时候的展现，好不好？祝你们成功，来，耶，好。好，群星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来问一问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没有信心？有。再大声点告诉我。有。好，来，准备开始。绿队的触发装置是一个小钢球，它沿着曲折的轨道下落，撞击滚轮，滚轮打击杠杆的一头，另一头抬起触动一个连环杠杆，最终端是另一个小钢球，钢球撞击多米诺骨牌，骨牌倒下触动感应器，可是感应器连接的小车并没有触发，挑战失败。好，群星队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没关系，他们还有第二次机会。准备好了吗？好，预备，开始。群星队第二次尝试。前半段非常顺利，可还是卡在了感应车这一关，不知道是因为感应器有问题，还是多米诺倒下太快导致感应不到，小车始终未能触发。好，我们刚才看到群星队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没有成功，这个机器人装置刚才没有被感应到，对不对？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可能是那个闪得太快，他们就是没感触到，就闪了一下就没了。哦，所以就是说你们在这个装置当中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没有关系，在我们今后的这个创客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好不好？好。好，经过了紧张激烈的比拼之后呢，我们有三支队伍挑战成功，成绩非常的优异呀，恭喜我们的同学们，你们太棒了。
那么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我们的异想天开节目呢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创客大挑战，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赶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把你的作品告诉我们，说不定啊下一个在电视上展示的就是你哦，加油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让我们跟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说一声再见吧，好不好？再见。